以这一次申请的保额是1400万，保险公司那边有回复吗？我已经和 underwriter 沟通过了，因为去年他已有800万 inforce 的保单了，现在总保额已经超过了2000万，所以不需Alpha Financial， 你好，汇理金融。专业经纪人的第一堂课，不断学习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IFA 这个最近的 case 比较多，进度方面现在怎么样？这点放心 ，Cosella 都非常的支持。如果碰到着急的地方，我们都会帮你。分析需求表呢，要尽可能的详尽填写，这样呢就确保你所做的保单是符合客户需求。下次下去吃。哎，对了 ，Richard， 下周四的培训目前有多少人报名？我们星期五发的通知。马上就把保险公司最新版的更改受益人的表格发到我邮箱。Edward 的保单已经审批通过了，太好了！没想到这么快就审批通过了。是呀，收到保单之后，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。明白。您提到的问题我已经了解到了，我马上联系这个经纪。这两天就给您一个答复。到上班这个方面，还是我来和保险公司沟通吧，看看能否请他们直接安排。周先生，高嫂。中華料理を食べ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。箸、チョップスティックではなくて足、ブリッジで食べること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よ。それはおかしいです。那边可以直接英文交流，这方面没有问题。太好了，提醒客人体检时带驾照和医疗卡，我现在给保险公司发 email 确认。这就是汇理人最平凡的一天，而正是这些平凡的人，在平凡的日子里，铸就出汇理今天的不平凡。